Photos Lab 最主要就是利用微藻去做这个 Carbon Reduction 的 Technology。 我们的产品 Algeo 利用微藻、水、阳光和二氧化碳去透过光合作用而产生氧气的。而微藻是一个很细小的生物，在地球上面有 70% 的氧气其实是由微藻去制造的。我们的产品 Algeo 利用独特的 Patent Technology 技术去将 Carbon Reduction 的数据纳入 ESG 的报告里面，这样可以利用这种微小的植物作为一种革命性的 ESG 解决方案。我们选数码港做我们的 Business Partner 是因为数码港可以提供到初期资本给我们，这样我们就会有机会去雇用额外的员工去增加我们的人力资源，这一步可以令到我们扩张有效地引入更多的国际平台，而这些平台将会成为推广我们产品的强大渠道。在 CyberPod 里面，我最喜欢的是人，因为在 CyberPod 里面可以联系到不同的 Startup 职员和导师，我们好像一个很大的 Community 一样维系着大家。